别别别踩别踩，我的目标是九十，还是有点忐的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忐。同一个时间成绩，我看一下。那没有，没有到一百，我从来没有，别立 flag， 我还没有到过一百，我是九十八点多一点，然后我就说，啊，不是九十。我是称是49公斤，然后是49点多一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100斤了。但是我以前真的很瘦，我以前就是我前两年可能都只有83、84这样子，就是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真的很瘦，就你们虽然那个时候看我脸也挺圆的。我婴儿肥，但我以前真的很瘦，确实也差不多，但是水分重啊，我在健身，想称，我现在应该是，应该是胸变小，没有，其实胖了胸也不会变大，真的。我发现胖了并不会胸变大，但是会看起来大一点，但其实没有变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摸起来是一样的，跟你们说，可能看起来会大一点，其实摸起来。懂了吧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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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说，就是你胖的话整体就会这一块就会肉多吧，但是其实那不是你胸上的肉，是你因为这一块胖了，这一块肉多，然后如果你很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副乳的话，其实就是不一样，就是看起来会大一点，其实摸起来它不是你胸上的肉，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他妈的我自己的胸我没摸过啊！你他妈的你没摸过你自己的胸啊？你有病吧你？有病吧你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有 Niki， 今天衣服很低，好奇心。干嘛？听不懂我。好好，我以后不摸了。你们也想知道一下，不给，哼。没有，胖了不会让胸变大，只有来大姨妈的时候胸会变大，真的，就快来大姨妈的时候胸会大一点。反正都差不多，我是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说，其实瘦的时候还反而更显胸大，因为瘦的时候腰瘦嘛，然后你就差别大，不过我还没有胖到很夸张。再胖我也不知道，生孩子会变大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谢谢车在家给我看，谢谢什么 Weberly， 明天见，晚安。等我瘦瘦，我突然觉得你们变，就是网络上的人变柔和了，就不会，以前的时候老有人说我胖，你们现在竟然会说你这还胖，突然觉得你们变温柔了呢。我去倒点水喝，好渴，赶紧跑。
感觉胖了，就是胖，就是胖了。我的腿比较粗。腿比较粗。微胖，腿粗的特别明显。主要就是胖腿。谢谢，谢谢用户四零零的卡。这样才性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我就性感几天吧。对，平时老坐也容易胖，我都，反正现在最近都在健身，我一周去三次，我觉得每天我都快死了一样，我每天要睡10个小时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睡这么久了，就是因为健身很累的。而且我觉得我头好大，为什么？福建人太不喜欢竹竿，竹竿看起来清纯，胖的话确实性感一点，但竹竿看起来比较纯。这什么衣服啊？你猜。睡得多挺合适的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夸我。对对对，哒哒哒哒哒，谁在给我发信息啊？一直。我不是吗？我不是吗？现在不是吗？原来你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。你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吗？伤心。刚刚送超回的人不见了，我来看一下他有没有私信。看不到。我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没洗头？就是没洗头，是不是特别像？没有洗头，头发好乱。你腿好粗，粗死了，怎么那么粗啊？谢谢，谢谢小黎明的小飞碟。我去拿 pad 看一下我微信啊，老有人给我发信息。
了吗？哦，我这样的话发信息会被你们看到。我怎么这你妈这我自己有毒，我发现我回信息会被看到，好尴尬。敲过来了啊，敲过来了，我就发现行为吗？太好笑了，完了还看到我们互相分享抖音美女。哦，我天，到底有没有超管啊？还有两条信息在哪？鲨鱼辣椒还行，尴尬。超管说的什么？是不是手机看我就特别的素，特别有辨识度吧？我觉得不是好看，就是比较像生活中见到的人，电脑上看就比较像主播，我觉得是这个原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比较喜欢手机，手机可能看着就像身边的同学啊什么的。确实，就觉得是街上能遇到的那种。电脑上看就很像主播，主要比较近，那离你远一点。那些日子，竖屏很适合我这个衣服。这么看很瘦，那我也没有那么胖嘛，也没有那么胖了。看我这个衣服是不是很夸张？就不想给你看，其实它里面这里都是空的，就是如果不穿的话，真的很炸。盖它，那这么做多少会有一点吧，真是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吧。我觉得我肚子还好，就不是很夸张，我主要腿粗。谢谢蓝色星辰，谢谢哈瑟蓝色星辰的卡。
对对，就是跟泳装很像比基尼，它就是比基尼的那种，就是只有三角的，然后后面绑着的，到这里只有这么点，它是后面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比基尼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衣服怎么样才能穿，就什么场合它才能穿？可能沙滩穿的吧。很好奇，可以看看吗？你来我家，我给你看。来我家，我给你看。外国明星红毯。害羞。别来，不会给你开门的。感觉要竖屏播一段时间，然后播到你们索然无味，然后又换回电脑。先到了还行，明天的高铁去杭州，你来吧，我在西湖底下，你跳进西湖，游到海底，游到湖底就能找到我。谢谢，当时我就零了的卡。可以吧？你这个小气，哦，真是惨了！我想到我刚才回信息的时候，竟然被看到了，就很尴尬，我要竖着。可以带参观房子，我这房子租的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这不是我自己家，租的房子没什么可看的，就真的没什么好看的。嗯，看不清弹幕，我眼睛快瞎了，我是不是提前眼瞎？没什么好看，明明是看我，那这样看就行了呀，这样不好看吗？是的，好饿呀！为什么我越减肥我就越容易饿？好烦。
我房间有什么好奇的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家没什么东西。谢谢谢谢凌乱的开黑圈，原来怎么能卖房子。想不起到底做什么，是什么新型 POA 吗？先把我家 diss 一遍。迷茫了，不会播了，话都不会说了。怎么跟我聊的？
能跟我聊天的时候能不能设一个狗狗音。嗯，我现在是小时榜三十八，看一下怎么样才能进二次元小时榜前十。囧事，没什么囧事，生活很无聊，每天生活都特别的简单，就是很简单。特别无聊，嗯，国庆确实无聊，躺平，嗯，不过国庆也很无聊，视频好看吧，主要视频可以看到一种衣服，你们给你们看这衣服。我写着到现在他还没有弄好，放呀没有弄，男孩子女装教程那些，你们真的会女装吗？其实不会吧，考虑一下。我还喜欢腮红，眼妆，我每天眼妆都一样，我感觉我都一样。好久没有去漫展了，现在去漫展都很无聊，感觉。主要是现在没有什么喜欢的角色，以前我去漫展都好开心啊，现在都不看番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又没有动静了。弟弟先帮我凑凑人头。是啊，因为现在感觉，谢谢小飞迪。好烫。去了，现在疫情也没有什么好去的，还是去了的。我五月份不是去了漫展吗？我去了 CP， 马上又有下一届 CP， 下一届 CP 我还去的。就是我不知道在漫展去 cos 什么，我之前不是去出了一个，啊，不过那个好险我胖，那个叫。杨贵妃出的是那个 Fit Girl 杨贵妃，看我微博啊，微博会发。定住不动，乖巧，对，乖巧。
为什么要发一二三木头人？对啊，在杭州。鱿鱼游戏是什么东西啊？陈慧敏是谁啊？因为我头好大，还是因为我离的头凑太近了。做搞笑视频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的东西多了，我就是很多事情不知道，我不喜欢跟风，就每个人点不一样嘛，我不喜欢跟风，因为。你们看的东西可能跟我看的不太一样。突然迷茫。舞蹈区的吗？是。证明了他去了那个直播间。兔子，你的钻粉掉了！兔子，你的钻粉掉了！你长期看的，要不要开个钻粉？很划算的。爆了，无所谓啊，你往哪里跑我都不在意，真是。你跑哪里我都无所谓。现在多余只是因为苗老师的陪，谢谢。说的我好像很 cute 一样。我才不会酸呢，我是那种吃醋的女人了。我并不吃醋，你们爱看谁都行，真是。
随便看吧，我才不介意。真的，随便你看。只看我，看男人话我才不会信。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啊，谢谢兔子的钻石，谢谢兔子。真的呀，就等我来北京给我住，我真要去北京，我要去环球影城。可以把房子送我吗？在我去环球影城的时候，住不住无所谓，写我名字就行，住不住不重要。谢谢兔子，我不会跳舞，我不跳舞的。哼，我要是会跳舞，还是这个样子吗？哦，我如果会跳舞，下雪再去，是吗？确实下雪会比较有氛围，但是下个月不是前个月，下个礼拜去了。是的，要是会跳我就不行。主要我身体平衡性不好。学跳舞要学多久啊？学一支舞，你们懂吗？我可以去学一支，半年后见。买到了。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哪一天去的，不然你会来偶遇我。不要不要，快快走。一两个星期吗？这么快吗？我觉得我要学一年。我都在想我去穿什么去了。你们昨天晚上拼命瞎跳。是，主要是扭，也主要是骚，跳不跳无所谓，主要是骚。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跳舞，就是自己不喜欢啊。我不是这一挂的。一年够，确实。广场上跟着跳两天，可以。谢谢霞总的车队加油卡，几分钟够了。那扭不来，你不行，你扭一个，扭起来就跟鲤鱼打挺一样。不曾发觉，不行，我扭不好看。饿了再跑地板，不是饿了，没有饿了吧？我给他放满了量。关键是表情，那也不行。我都不会。为什么男人喜欢看女人跳舞啊？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点，主要是身材好，是不是？
咱是看身材。饭量好多，还行吧，已经掉了很多。我以前饭量更多，我以前头发超级多。表情的作用不会。是我最近确实胖了不少。嗯，主要是想感谢送礼物的大哥。一般帅哥都喜欢苗老师。我觉得之前播 ASMR 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看苗老师的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年龄偏小。以前播 ASMR 的时候感觉是这样的，不过那时候人很多，所以年龄大的也有，但是年龄小的更，我发现了，后来发现就很低龄化看 ASMR， 现在可能好一点吧。可能看跳舞的年龄大一点，当时在上大学，大学不算小呀，我觉得那是上大学还好，我觉得很多都是中学生很多。你今年才18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在骗我。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哎呀，三毛挺刺激的。谢谢苗老师加上我，所以年龄偏小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吧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啊。谢谢，是叫轮子的飞机啊，谢谢轮子，泡泡，什么刺激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说 ASMR， 心想刺激一下，可以去 B 站刺激一下。我那个又不是很刺激。我要画一朵，谢谢轮子。我超过咱们，等一下，你要反管，我可以给你一个，哦，反管还满了，等一下，我下次给你好不好？下次给你，我现在反管满了，等我下播下掉点。那就不给了，那下次给好了，下次给，下次你提醒我。可以白天直播吗？没有试过，之前播过一段，心情不好就看我。你为什么白天会心情不好啊？
七点高铁，晚安。对，我都在睡觉。没劲啊！突然播累了，我怎么播一会儿就累了？我今天几点播了？十一点播了，我才播两个小时。对，我最近很胖，太胖了。嗯，累死了。这一生不，对，我觉得白天大家应该都有事，不太爱看直播，喜欢晚上看嘛。你们都在干嘛？关我直播间不说话是不是？快出来聊天，不然太无聊了。再玩游戏还行，晚安。听不睡，那你还早点睡。你明天有事你就睡嘛，有事的话还睡了。就听我说话是吧？自己不说话是吧？好坏哦，过分啊。他是谁？没话题，要什么话题啊？我跟你说，敢聊天就是要聊废话。聊天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就是说废话。越有话题的话，越没有情绪。就是有目的的聊天，情绪太少；没有目的的聊天，才有情绪。这碗吃啥？这不就是有目的的聊天吗？暹罗和阿豹，阿豹是豹猫吗？流浪猫，有没有去医院检查？追小姐姐，你们有目标了吗？我觉得追人的秘诀就是不喜欢他就能追到他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要喜欢他你就追不到他。你出生没多久是吗？完了，我在说什么奇怪的话。不行不行，这种太毒鸡汤了，不能说。一旦认真就下头了，不是？我记得我在刷抖音看到过一个很经典的文案，看到一个抖音一个经典文案，只要我认真，就没有搞不砸的恋爱。我现在觉得哦，好经典啊，真的，就好事啊，就是你不认真的时候，就会莫名其妙的，好像别人就还不错，但一认真的话就会搞砸。
确实是吧？对，莫名的好有道理啊，就看的就是好扎心。但是想来想，其实是因为你不认真的时候，你期望值没有那么高，也不是说你不认真的时候就都好好弄了，是你不认真的时候期望值没那么高，就不会那么难受而已，对吧？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是。嗯，太无语了，说的都对，还行。舍弃谁来摆烂？对对对，不认真的时候啥话都敢说，一旦认真起来说话就小心翼翼的，还很。就是很奇怪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这样吧，这就是人本性，应该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困扰吧。哭了，谢谢，以后改名五十的开黑圈。心想之来之往，我喜欢打你爹，是不是喜欢打别人？我喜欢打你爹。打我爹就又多了一套房，真的吗？你好牛，厉害。没有降温，好热的说。竖屏可以看到衣服的竖屏。怎么个结构？你猜？你来我家，我给你看什么结构。北京带着刷了飞机再看。
是不是太近了？嗯，怎么穿上呢？我家在西湖底下，雷峰塔底下。因为胖，就胖，妈妈，胖胖胖。小兰第三条蛇，你有毒吧你？链接啊，我不知道，这衣服别人送我的，不是我自己买的。现在还，我今天下播又可以自拍了，又可以自拍了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你们想看我吃饭？可以吃，我端点来吃好了。我去吃两口，真的饿了。Thank you.
西，我一定要吃三天黄瓜，我要连吃两天吧，吃两天黄瓜好了，减肥。为什么越减越胖啊？我之前没说减肥的时候从来没有胖，我发现这就是事与愿违，永远都是。都瘦成这样，你在安慰我吗？我吃两天。我又不在这里换衣服，我换衣服都在房间换了。那些秋膘补腰，补点血糖。我明天不运动嘛，我觉得明天我可以吃黄瓜。一天不吃饭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吃的也不多，但是我就是好馋啊。我每天吃很多蔬菜，我觉得我每天吃的盐太多。碳水我现在吃的很少，每天吃一勺晚饭，就一点点。其实完全不吃不会瘦，对，减肥不能不吃饭。我就是前段时间不吃饭越减越肥。走到北京来就不是瘦的问题了。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心情太好了，所以我老胖？也不是，我其实是有段时间心情不好开始胖，心情不好天天睡很少，睡不着我就胖。我放飞过好多次了。那我今天有天运动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都运动，我都有去健身房，就瘦不下来，可能太急了吧，也没有去几天，我想想我哪一天包了，也就一个礼拜才。来不及。拳馆。你是开打拳的吗？我觉得今天健身的时候已经很累很累了，真的好累。真的好累，平板支撑一分钟真的好累。然后还要做三次，我觉得他已经让我死了。我真的好弱。是不是留给瘦的人？好过分啊。补充蛋白质。对，我感觉就是累了，然后我就很饿，然后睡又睡不够。怎么办？我可以换电脑播一会儿吗？因为我已经手机播累了。其实我觉得国庆的时候反而人少，也不是人少，就是大家其实反而就是挺忙的，忙着玩，没有空看直播。换电脑播的话可以唱会儿歌，换一点时间。反正没东西聊了，又没有东西聊了，救命啊！每天说一会儿话就要失语了。其实电脑播更好看，我觉得是。
我现在96、97，1.63米。我其实是有点肥，我不是重，体脂有点高。那我换啦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灯开开。其实我觉得电脑不好看一点，好清晰。那先把手机关了。嘿，关了。对，我是肥，我不是重，我是肥。可是我以前只有80几斤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几年前直播的时候都一直都是80几斤，我以前超级瘦。那我下一下，反正正好超管提醒我了。等我用电脑看，我都是80几斤。